还有一个东西，我们叫做 eyelet，eyelet 就是把这一个 donut 装在你的窗帘里面。那它是怎样子的呢？就把这个圈圈车在你的窗帘，用这个把它穿进去，这样子。那么有些人他们喜欢采购这样子的这我们叫窗帘杆。那么用这个窗帘杆呢，加上这个 eyelet 的话，它就有它的呈现出来它的效果。所以这种就叫 eyelet 了。